哎呦，这是杜中 AK 粉丝中的来自嘻哈龙虎门。耳机啊，对，很久没有更新了哈。以前呢、啊，老师都说同学上课不要戴耳机。哎，我们现在前进师大，看看这些未来的老师们，他们耳机都在听什么吧。Let's go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现在听什么歌呢？我现在听金宇 G 五 SH。可以给你拍照吗？可以。请问现在听什么歌呢？郑怡龙的《幽梦酒》。OK， 好，谢谢。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理想混蛋的反刍。OK， 好，谢谢。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现在在听伯恩的 podcast。伯恩的 podcast 是在讲什么呢？这集是在辩论毕业祝福，根本是在浪费时间这件事情。哦，了解。啊，你觉得是浪费时间吗？如果是我，不会想要花20分钟坐在礼堂，然后看着不认识的人这样。哦，了解。谢谢。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我在听阿夫的与你对话。与你对话，哦，赞哦。哎，是跟你对话吧？哦，跟你对话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我现在听 Lucy 的。Lucy 的，这张专辑很赞哦。好，谢谢。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胡凯儿的《烟影》。哦 ，Who cares 就对了。Who cares？ 赞哦。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没注意到你在流眼泪。影子计划。哦，影子计划的歌。对。酷，谢谢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可以耽误你5秒钟吗？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我在听你的歌。真假啦？真的啦。哎、欸，还真的哎、欸，你在听风哦、喔。最喜欢你了。骗人。真的啦。男生喜欢我不稀罕啊。好，谢谢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 ？Underwater。Underwater 是。关恩迪，一个韩国女 solo 女歌手的歌。Oh, OK， 好，谢谢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 ？The Marias and No One Knows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 ？Crispy 的张全胜。好，谢。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Stray Kids 的 24 to 25。Oh, OK， 谢，酷哦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 ？GI 的新歌 New。哦 ，New 的。哦、oh, ，谢谢。拜拜。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这怎么念啊？哦，泰文歌没有词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同学，不好意思。啊？我超爱你。真假、啊？你害我一个，现在我不知道问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哦、没有啦，你知道你现在。我在听 Bad Habits。Bad Habits。BBC 的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 ？Mommy from Here， 怪奇物语里面。哦，怪奇物语里面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白艺霖的 His Ocean， 韩文歌吗？哎、欸，对。哦，了解了，谢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我在听 My Little Airport 的麦基的最后一页。哦，酷，那、啊、你们要听伤心欲绝的歌啊、哦？也有，好，谢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王心的。哦 ，BTS 的。哦、OK， 谢。请问一下，你听什么歌呢？西瓜和麦克风。OK， 好，谢。对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现在听咖喱爆饭。咖喱爆饭。对，爆哥的，玩跑的前奏。哦，了解，好，谢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歌舞青春的一首歌，叫 Everyday。Everyday， OK， 谢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我现在在听我们舞社的歌，师大舞社吗？对，叫什么呢 ？Underground。Underground。OK， 谢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 ？Olivia 的 Happier。Happier， Olivia 的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谢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 ？Dua Lipa New World。哦 ，New World。OK， 谢。工商时间开学了，下课独自漫步在校园间，等待公车回家的小空档，想戴上耳机播放你最爱的歌曲清单，来场高规格高质感的音乐飨宴。介绍你听音乐的好朋友 Shure Elnix 40，三段式主动降噪，一键切换环境音模式，让你听音乐随时随地切换最佳听音乐状态，清新媲美录音室等级的均衡音质，仿佛歌手就在你的耳边演唱。快充15分钟可用5小时，最高25小时的高持久电量，让你不再怕想听音乐耳机没电。轻量体验又不压头，可折叠好收纳，收进书包随时带走，非常适合校园宅。
不仅如此，只要同时下载 Sure Plus Play 官方 APP， 还可以将整体使用的效能更强大，潮流美感，顶级规格，让你摇身一变成为最下趴的校园新鲜人。今年开学买 Sure Ionic 40就对啦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现在听什么歌呢？这首爱的。好，你舞的，哎，今天第二首嘞，嗯，谢谢。哎，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哦 ，Big Bang Blue 啊 ，OK， 谢谢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 ？Coldplay 的哦，《The Scientist》。OK， 谢谢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尤嘉清哦 ，G-Friend 的。对 ，Under the Sky 还酷哦。谢谢，我以前很喜欢的。真的，拜拜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社长，亚马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张大斌的 For Lovers Who Hesitate。韩文歌 ，OK， 谢谢。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 ？One Piece 的主题。One Piece 哦，哪一季啊？VR 最好那个。OK， 谢谢。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我现在听 Podcast。你现在收听的是风原聊天室，了解。谢谢。我是台湾，我是 Jambly。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赵一凡的新歌就对了，好酷哦！可以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我现在其实在听 podcast。哪一个 podcast 呢 ？SBD 怪兽讲堂。OK， 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Lisa 的。谢谢。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你的背包，陈奕迅。OK， 谢谢。让我走得好缓慢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呢？是哪一首？是读书的歌。读书的歌就是那种咖啡厅音乐吗？嗯。酷，谢谢。以上就是耳机纠察队师大篇。不得不说，师大同学也太认真了吧，走个路都要听读书音乐。如果你想要看到我们去哪一间学校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吧。耳机纠察队，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